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帅狗，愿奇力与你同在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非常兴奋的想要来开箱分享这个东西，哇，超狂的 ！DC 暗黑系列金属的黑胶唱片。对，其实它这系列漫画是有搭配摇滚乐推出的，只是我当时要说书的时候，并没有特别去 take 这个部分。那这个音乐的话，它一共有六首，而且是由不同的摇滚乐手来进行完成的。必须坦白跟大家讲啊，这个黑胶唱片跟摇滚乐并不是我有涉略过的那个领域，所以它介绍并不专业，它只能算是我一个粉丝向很厨的收藏品而已。我也没有那个黑胶唱片的播放器，所以买了估计只能供着。而且其实我很好奇哦，它这个产品里面这本漫画到底是什么？因为它的封面已经是最后一期，但它这里右上角编号写一，所以我很好奇它这本里面到底收录了什么内容。那我们继续来聊一下黑胶唱片的内容好了。这边的话，黑胶唱片我相信有在买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它是分正面跟背面的。那正面跟背面的话，它各收录三首音乐，是一共是六首音乐。那音乐的部分呢，各位观众，帅狗会在我这支影片的下方的简介啦，或者置顶留言附上播放清单。对，这是华纳官方的播放清单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透过传送门过去听这里面的六首音乐。啊，有兴趣的话，各位可以去诚品书局找看看，因为帅狗的话就是在台中市的诚品奇美的。对，书局找到这个产品的是粉丝跟我讲，然后我就去特别去找来看看，真的太赞了。OK， 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。价钱跟大家讲，大概买多少？我买的价钱是台币845，那这就是曲目。前面的话呢是曲名，后面是歌手或乐团的名称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暂停画面自己去找来看看，或者直接试听，看你喜不喜欢。啊，因为这个影片呢是算是很。突然制作的，我不会上字幕，就是跟大家分享。那希望各位不要跟我靠腰字幕的事情，因为你们知道吗？对我们亚洲地区的创作者而言，上字幕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。OK， 我先，哇，直接拿黑胶唱片哦，真的假的？我这样拿对吗？我这样拿对吗？我超怕伤到他的。Oh my god， 应该没错吧？他应该是封起来的。哇，好帅哦！天哪！天啊，我摄影机拍不没办法拍到整张唱片哎！天啊，这个文字讯息，2018年，这应该是要撕开才对，因为我自己是没在摸黑胶唱片的，所以很业余，还请各位多多包涵。OK， 我们看到了，哇，超帅！看到背面 ，Nice， 超酷 ，DC Metal。这个刊是很棒啦，可惜就是烂尾了。哦，不然整个故事是处理的很棒的，就压迫感很够啊。因为可能前面就是太逆风了，逆到后来没办法转回来，真的太好笑了。那跟大家分享漫画一个小小的彩蛋哦，就其实故事中，不管是好人是坏人，他们都时不时突然摆出 rock 的 pose，rock， 这也是很符合他们这个 metal 的主题。DC 这部分还蛮用心的。OK， 可能会有跟我比较熟的观众问我手怎么了，就是为什么贴这些绷带。其实帅狗两天前雷惨，为了我看到计程车紧急刹车，所以就雷惨了，雷的还蛮大力的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后面没有车，所以对我还在这里，还蛮恐怖的。各位观众真的还蛮恐怖的。好，我们这个恐怖话题到此为止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本，上面写一的，它到底收录了什么样的内容 ？OK， 哎、欸。这好像是金属第一期的内容哎，主刊第一期，所以他这里是去救玩具人，对，哦，对，他只收录到第一期啊，然后这里应该是看到那个梦神就结束了，对，看到梦神就结束了，好，他老爷的模型，这个我没买，我有点想买，可是我还没动手，那这个小小的是什么？哇，不会是海报吧？哎，海报哎。哇，好帅哦，妈！哇哇，好，我换视讯的海报哎、欸，各位超帅，超帅，背面是白的，没东西。哇，这真的是 DC 粉丝、DC 脑粉非买不可的产品啊！而且是一张小朋友可以搞定的，各位观众，这个太赞了，真的太赞了。有漫画，虽然只有一期，而且还只有一个故事，但是又有海报。然后又有唱片，1000块搞定。我说不够本吧，不用1000块哦。那这感觉就是买期刊啦，一本期刊而已。期刊其实你在台湾买的话，一本期刊也要花你快接近400块啦，对不对？所以
我觉得可以啊，这个产品很棒，各位去找看看，或是亚马逊关键字搜寻一波，我相信都找得到的。好，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内容啦，真的很阳春，可是我实在忍不住啊，我想快点开、然后又想拍影片给大家看，所以就这样，谢谢各位来看这支影片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如果喜欢帅狗的影片呢，请帮我照顾一下两大魔王，订阅有个铃铛，最好是连脸书一起发哦，不然的话你会被 YouTube 的通知系统坑。OK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，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